为着要让贫穷的囡仔会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中华县文化局举办中华囡仔好幸福系列活动，邀请六大知名儿童剧团下乡巡演，其中纸风车剧团伫咧儿童节迄暗，来甲陕西各中演出《番薯森林奇遇记》，互现场真侪囡仔看了拢真欢喜。这个由中华县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中华囡仔好幸福系列活动，第二场来到陕西各中办理。馆长王惠美表示，今年疫情已经小看得到控制，因此县政府继续举办这项活动，也希望借着安尼活动结合地方观光资源，让大朋友、小朋友拢会当透过观光工厂等等的乡土教育，熟悉家己的故乡。那这个系列活动，我们总共有八场，那这个是第二场，是看儿童剧，会透过里面寓教于乐，让孩子在剧场中。戏码中就能够有很多的收获。等一下你会看到虎克船长，会看到小飞侠，他们呢要去找幸福鸟。可是呢，遇到我们的这个东海龙王啊，他呢这个破坏环境啊。那你最后呢，我们的这个会不会找到幸福鸟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等一下大家节目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哦，非常感谢哈。那么我们现场啊，能够。举办这样子这么有意义哈，还这么大型的这个剧场，那么希望说啊，今天是儿童节，那今天风也比较大，希望大家能够穿暖一点。那么非常感谢哈，所有的团队啊，以及文子风车剧团所有的团员哈，能够来我们仙溪这个地方啊，来举办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活动，做这个演出。那么希望说，在今天这儿童节的这个日子里面，祝福大家哈都能够儿童节快乐，连假快乐。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表示，这出戏剧主要是要传达给囡仔，遇到困难唔通惊吓，是要勇敢面对，并且欣赏别人的优点。今天咱这《番薯森林奇遇记》吼，啊，这故事是个讲一个小飞侠和虎克船长吼，他们去帮番薯国王吼找回他的好朋友幸福鸟的一个故事哦。啊，实际上面虎克船长、小飞侠其实都是小朋友他们很熟悉的童话人物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故事里面呢，特别把那个好坏人都翻转过来哈，告诉所有的小朋友，就是说人呐、啊，虽然有缺点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懂得欣赏他们，他们也可以越做越好哦。那另外呢，当然就是说，在所有的学习过程当中，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还是挫折哦。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小朋友不要害怕，应该勇敢的去面对挑战哦，将来就会让自己更进步，而且更快乐。这个活动后续在二水、英精、花旦、博心、大城、甲鼻头，一共有六场戏剧演出。有兴趣的家长会当去中华县文化局网站查询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、陕西彩虹报道。